河南国小，后来改叫做芋头港、南投港、南投港国小。查那个字啊、哦，水家图是地呀、啊，但是啊、哦，台语的音应该是南啦、啊，水家图南，那个用台语念，那个舌音才会出来南南，所以用那个日语的音也是南，拼成那个南的音，不是地的音哦，南投口、南投口、南投港。成大历史系毕业的，华文部校长。还有是台南县的文献委员会委员的优秀，啊，调查寺庙活动，还有写书，啊，很有用。龙武蛋呢，就是那个庙会出巡绕境的时候，在入关表的后面，前面两个人拿着入关表、入关路线图那个牌子啊，然后后面就是担那个龙武蛋，有龙有虎，有庙门有龙门虎门，
东边的龙门，西边的虎门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两个的就叫龙虎。龙虎蛋那个香蛋呢，里面呢放那个含香，烧那个香火。那像左营春秋阁有龙虎塔，龙虎塔，龙造型的塔，虎造型的塔。阴历阳叫做灶，阳就是应该是龙吧，阴是虎吧。还有供奉大臣，还有供奉太岁啊，供奉文昌帝君啊，供奉文昌帝君有那个文昌笔好大呢。哦，学生要参加考试前都拿准考证来放在那里拜拜呢。绕境的活动都有迎接下切东太安宫妈祖，也有迎接北港朝天宫妈祖、新港奉天宫妈祖、南铁线桥桥头堡、铁线桥通济宫妈祖。中华民国108年公元2019年3月19、20号的绕境也有。18号就恭迎北港朝天宫、新港奉天宫、铁线桥通济宫，还有下切东后壁下切东太安宫妈祖到皇宫庙，接着2天绕境活动，盐水护壁宫妈祖庙也有参加，新营的护壁宫是盐水妈祖庙，盐水护壁宫的分庙也有参加。那新营地区的妈祖庙有天后宫也有参加，五祭堂的也有妈祖神教也有参加，因为慈云寺是观音佛祖，育婴堂慈云寺哈观音佛祖的道场也有很庞大的阵容参加。
古老的神教哈、哦，放在南边南宁将军的北边那个新盖活动中心，1楼，皇宫里大红里共同用活动中心的1楼，就有这个古代的庙啊，旧教了，古代的神教了。那、啊、后来有新的神教，有开疆圣王的神教，是那个四方形的、四方体的。那太子爷宫，中坛元帅太子爷宫的神教是好像六角形，古代早期好多神教那六角形。庙会活动的时候会有令旗啊，还有那个我谕旨啊、玉玺啊，还以为是王令呢、欸，原来是谕旨啊、玉玺啊，那有令旗啊。可能有的地方称为王令。有的地方称为玉旨、玉玺，内府千岁是后来加上去的。反正一般的庙本来都五府千岁，后来加上内府千岁，然后叫你六，皇宫庙的六府千岁是李府、慈府、周府。哎，有没有弄错啊？怎么？哎呀，两个周府千岁，一个7月15，一个9月15，通常是，可能是有一个是五府千岁的，李慈吴朱姚谢李吴慈吴五府朱吴。那雅虎、谢虎，弄错了，有两个，知虎千岁，应该一个是五虎千岁，到底哪一个呢？我还要再研究看看。一般的，像麻豆王庙的五虎千岁是李虎、慈虎、五虎、朱虎、焕虎、千岁。李虎、慈虎、五虎、周虎、万虎千岁。新宁王公庙没有万虎千岁，而有姚虎，女字旁一个赵，那姚虎千岁，然后再加上谢虎千岁，谢虎千岁。新宁龙虎宫，龙虎宫天天堂也有供奉。谢府千岁啊，是龙武宫天天堂有参加皇宫庙的绕境活动，参加开疆圣王圣诞龙年农历2月15，然后在13、14号绕境活动，参加绕境活动。哦，那个好长的旗叫大旗啊，头前大旗，头前的意思就是在正头的前面。
这里言现在已经变台南市议员了，县市合并变台南市议员了。嗯，那公元107年公元，中华民国107年公元2018年哦，潜水护壁公园大规模绕境活动，那赵坤元议员就做总指挥了。